好，咁啊見到就安分文一先做調動，一換就換兩個，咁啊擺咗就四號位球員得幾條和低，睇下個進攻點樣先。咁啊中間突破分翻出嚟外圍，咁啊呢度唔走得甩嘅啦，高咁啊佢有三分能力㗎，仲要唔錯添啊呢個球員，一出到嚟即刻個位入個三分。好啦，高錦偉去策動呢個攻勢，嘗試突破王家啦，四埋去左手就落喎，哇！呢個加速，咁啊呢個好啦，高錦偉又係佢射住，今次分到過嚟零度嘅史波文，第三球，冇錯，呢個點位好啦，哇！真係啊，你一球時佢一球啊，呢邊高錦偉，哇！一個好靚嘅傳波，分到過嚟，哇！劉全興就覺得多功臣嚟，不過個唔同之處係，蔣安本身已經好有經驗，好豐富嘅經驗。但高錦偉嚟講，而家23歲嘅咋，係啊，一個好年輕嘅一個青年球員啊。好啦，高錦偉一個高位嘅單檔配合殺到埋嚟，分到出嚟。哇！係把唔到，高錦偉俾翻我哋薛博文，有冇第五個三分球啊？有喎、啊，一落防守進攻啊，都見到佢身影啊！哎呀，高錦偉甩到埋嚟，最後咁啊，中線呢個靚波俾到埋嚟，哎呀，呢下傳得差咗少少，你見到好啦，高錦偉哇推過咗喺個邊線，甩咗過嚟，交波真係交得好到位，一個三分十掟啊！中一小豬，就 Carry Johnson 俾翻落嚟，高錦偉嚟多個三分嘅投籃，又有今日兩次三分出手，兩球入，王家啦，董健啦，卡頓啦，又咁樣就有個心出現咗，高錦偉一路哨住後面嘅，原來自己想份嘅命中率好高啊，但係蘇花今日暫時啊被發揮到啦，高錦偉，哇，你見得到真係。佢嘅鏟籃啊，越我諗你嗌個戰術都聽唔到啊！好啦，高錦偉分到過嚟，細鐘仲有6秒，包入去，但係佢將神俾佢咁樣勾手搞掂，一個放籃搞掂，哎呀！